怎么了？哎，又一个想不开的追求星啊。被追求不是好事吗？怎么还挨打呀？被喜欢的人追求才叫好事，被不喜欢的那叫做打扰。哎，对对，现实这么说的，不想被打扰，所以动手打理去。又哭啦！我可以不打你，但你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。我每天要上工，还要吃饭，我没时间谈情说爱的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抽空跟我整。抽空？我可以抽空抽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哎呦，我喜欢。